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两个家用牛仔裤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米色，它有三个颜色，还有一个咖色。我买了米色和黑色，这两个颜色是最百搭的。然后它这款版型呢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稍微直筒，但上面又是有点宽松的，下面是带点小收口的，有点像哈伦裤的感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款式，这里呢有一个口袋设计啊，两边非常简单。看一下后面，后面也有两个口袋啊。打开过后，这款米白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的。测评过那么多米白色，有的颜色我真的是没眼看，然后就没有给大家测评了。这款呢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颜色我觉得很正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里面是这种加绒的，比较厚实，而且它性价比也非常高。那我使劲给大家捏一下，它是会有一点点小浮毛，但是基本上是不算掉毛了啊。我们再看一下黑色，版型是一样的，这款是黑色，里面的绒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种绒啊，给大家捏一下啊，基本上是没有掉毛的啊，还不错的啊。现在呢，把这两件裤子搭配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款裤子，裤子我穿上身了，非常舒服啊。它有四个尺码的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去拍就可以。我买的这个是 S 码，最小号的，穿上身是刚好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裤子，裤子穿上身我是贴身穿，非常好看。而且我下面呢是卷了一个边，因为配这个马丁靴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卷个边，这样穿的话会更有效果一点。米白色是最百搭的啊。我看一下后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条裤子呢穿上身的话，它是完全不显腿粗的。我觉得这版型还不错，这个米白色的我觉得很好看。这前面有点口袋啊，不过这口袋是有点浅的。我再试一下黑色，大家看一下我穿上身的一个黑色啊，黑色的话是同款的啊。这款黑色的穿上身就比较显瘦了，我刚好搭配这种打底衫和外套都没有更换，给大家对比一下。下面就换了一个运动鞋，穿运动鞋的话，咱们就裤子直接这样放下来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想要层次感一点，或者配马丁靴，就可以把它卷个边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款牛仔裤还是蛮厚实的，性价比真的是超高，我是比较推荐给姐妹们的啊，因为它版型真的很好，非常好穿的，穿上身非常舒服。搭配一个这个羽绒服，这款豆绿色的羽绒服也非常好看，这种加绒牛仔裤就可以配一个冬天的羽绒服穿，非常百搭啊。这款羽绒服也可以搭配米白色刚才那件裤子，或者搭配黑色裤子都可以的。搭配一个包包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